谁是老板呢？谁是老板？来了。来，你看。走。看着了吗？啊？就是都说你家毛毛好，我猜你家吃，你自己看。都吃了了，再来一份，太好吃了。确实好吃，确实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你给我牛过呀！知道的，知道的，知道的。别发，别发，别发。你给我下肚都不好了。谈点让老板 CPU 烧干的顾客。老板拐过乐没有？拿本新的。多少钱？600。600，一般这一本能出多少钱呢？300左右吧。那这样吧，我也别管了，给你算300块钱吧，行吗？耽误你了，走了吧。老板娘，茶几有不？茶几。大概是一个月。茶几啊，茶几。茶几，茶几，茶几，喝的，继续找吧。茶几吗？茶杯。茶几，茶杯是吧？茶杯。我叫茶杯啊。我叫茶几。哦哦，茶杯。哦，茶杯。哦，我还以为茶几。这个柚子多少钱一斤啊？4.8。4.8一斤是吧？嗯，是这样的，等一下能不能剥皮啊？能剥是吧？嗯，我就喜欢这个柚子皮泡茶喝，然后我朋友呢，他喜欢吃这个柚子的肉。等一下，这4.8一斤是吧？4.8一斤，你把打开嘛，打开我等一下剥一下皮好吧？好的。我喜欢泡茶，我要这个皮嘛，肯定便宜一点嘛，就算1块一斤。我朋友要这个肉就照3.8，这一块加这个肉3.8，不就是4.8一斤吗？嗯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帮我切一下呢。老板，切一下。嗯。这个皮叶子哈。哎，那个皮要这个叶子啊，那个泡茶好。全部剥掉啊？啊，全部剥掉嘛。我要这个皮泡茶嘛。我朋友要肉嘛。你两个够好的。啊，刚好嘛，就是两个人分嘛，是吧？皮是1块啊，肉是3.8啊。你先把这个肉称一下。就是称一下多重，3.8一斤多少钱？7.4。7.4啊，那个皮是1块，是1块，看一下皮是多少钱？那我扫码付给你啊。嗯，一个吃皮啊，我喜欢这个皮泡茶喝。对的哈，没问题啊，那我拿去了啊。啊？我感觉不对吧？一个人。Next， 那咱项目选好了吗？咱家这采耳是怎么做？啊，我家采耳的话是用这个可视耳镜。我是站的还是坐的？您的躺着坐。我小时候都是他妈腿他妈给我抠耳朵，要不我有点紧张。马哥，这个项目我家真没做过。不是我躺腿上，你给我踩不行吗？要我紧张啊。那你躺腿上，我也紧张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真不行。那妹子，你穿的这个是棉裤还是丝袜？我穿这个是棉裤，这我要穿丝袜出来，我妈冬天得打死我。那你能不能就是找条你的棉裤，我垫了枕的，也就好像是躺在那个腿上似的，行不行？这个吗？可以有的，但是我跟你说。汗脚，你可以试试。输一烧仙草，一大杯，一中杯，一小杯。大杯要热的，中杯要冰的，小杯要常温的。热的不要红豆和椰果，冰的不要花生葡萄干，常温的不要珍珠和仙草。不要红豆和椰果的加花生葡萄干，不要花生葡萄干的加珍珠和仙草，不要珍珠和仙草的加红豆和椰果。加花生葡萄干的要3分糖，加珍珠和�仙草的要5分糖，加红豆和椰果的要7分糖。3分糖的我用微信支付，5分糖的我用支付宝支付，7分糖的我用现金支付，可以吗？你点好了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多少钱？9.3。给你15块钱，不用找了，我随便拿个水果，好吧？我随便拿一个。这可以吗？哎，我干嘛？我找你钱吧。啊？
可以吧，这个都可以吧，这个一比多，你没有都找你一块弄了。老板，肉夹馍多少钱一个？六块、便宜点行吗？不便宜。那我光要肉卖吗？可以。光肉多少钱？3.5块。行，给我来份肉。行。那馍单独卖吗？单独卖。馍多少钱？1块。行，给我来个馍。给我把那个馍给我夹一下行吗？好。哎，这么着，这个房子我要是今天就盯的话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说。就是上俺家去嘎几天苞米，俺家那边现在供不着人，嘎几天苞米，秋收了，这不是吗？多少亩？十了亩。嗯，不是你，我告诉你，行，不是，行，我为什么告诉你？你必须，你要是今天能订房，我就去帮你嘎苞米。但是你必须穿西服去。行。显得俺家条件好。行。怎么样了，妹子？还有多少？是干不动了，在那小子会儿走。Next 啊，糖葫芦准备的，三元一个，五元一个，3块钱一个，你真的买十个能不能打一个？买十个打一个。啊，行哈，你真的大爷，你真的，你先给我拿一个，你把大的给我，这个啊，你听我说啊，大爷，这个糖葫芦就是我买十个打一个呗，对吧？对。好。你这零卖是不是几块钱一个？3块钱一个？对。你真的，我把这个大的先吃了，我这十个，我也吃不了啊。你真的，你先搁这帮我卖，一个你就给我卖3块钱，我买这十个不是30吗？我不是没给你钱吗？我先把大的这个吃了，然后你帮我卖了，这30块钱不就够了吗？你。卖啊，归你。你给我拿个袋子。不行不行，帮我打开，装里面。打开啊，装里面。禁止他了。我喜欢装里面。搞的。禁止了。啊，对。对，就给我拿个西瓜。Next， 有没有雷币呀、啊？叔，雷币，雷币是什么东西？没听说过雷币、啊。就那个饮料嘛，他们都喝那个甜水儿、雷币。雷币好像没有哎。没有雷币吗？是不是那个雪碧啊？是叫雪碧吗？对啊，那个币嘛，因为饮料只一个币，只一雪碧，没什么什么雷币。我怎么记得都叫雷币、啊？从来没听说过，我拿个，要么拿给你看一下。啊，可以。啊，是个雷币，我也没听到过。我瞧瞧怎么事儿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叫雷币啊，下雨的雨啊，是不是雷币啊？哦，是雪，不是雷啊。这不就是雷币吗，叔？这个啊，我那还不认识字了，我操！我是大学生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雷币啊！你瞧不起大学生？哎，那不没有，这不就念雷吗？哦，八十二的这个叫雷币啊，还是有点像的。啊，雷币吗？啊，那你买一瓶下来。啊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消毒呢？哎呀，哎，看着点干啥呀？给我拿包塔山来。卖没了。那还有啥便宜的、啊、没？抽啥塔山呢？抽中华呗。我都俩月没上班，你让我抽中华要命啊。哎，等会儿干啥呀？哎，喷歪了，都没喷我手上，消毒送你。哎，这都不好，谢谢啊。Next， 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西装多少钱啊？西装多少钱？西装20。西装20啊？羽绒服嘞？羽绒服长的短的？长的。长的25。25。那你给我拿两件羽绒服，拿两件衬衫。拿过来。90块钱是吧？啊，你拿过来喽。啊？你拿过来。我买啊。哦，我不。我这不是买的，我这是干洗洗的，帮别人洗的。哦，我要说难怪他们这么便宜了。这个玉米怎么卖的？10元4根。10块钱4根是吧？嗯。那我不要整那么多，我直接给你一口价，55块钱，55块钱22根行不行？啊？55块22根。
我也爽，现在好多吃好多钱。我就一口价，你能不能行？能行就行。想一下，想一下再来。想一下。啊，想一下。你想一下，我就去那边买了，就一口价，能不能行？哎呦我的妈！Next， 爸，蛋炒饭多少钱一份？八块一份。给来一份，加蛋呢？加蛋一块钱一个。来，再给多加几个鸡蛋。你加就行了。好嘞。一个，漂亮。这样就是两块，是吧？两个蛋，三个蛋。老板给加八个蛋。八个？啊，对，我姓王啊，跟姓王没关系。反正我就真姓王，五个蛋。没炒过这么多呀？是吧？我早来你就早这么炒，早就下班了，知道吧？我一共就十个蛋，你现在已经放了六个了，啊，七个，这八个了，啊，哎，八个，哎，老板数学挺好啊，完美，好嘞，加八个蛋就是八块钱，哦，还得再加点油。哎，你这个蛋超出了我的预想，超出了你的预期是吧？哎，漂亮，好了，老板别加油了，大晚上的我减肥。哦，行，哎，吃不了这么多油。好嘞，看看再来上点什么，加上一把菠菜，加上一把这个，那是什么胡萝卜，再加上豆芽。老板，如果我不加米饭了，这样炒八个蛋是八块是吧？一个蛋一块，八块。八块是吧？啊，好。哎，我觉得这八块比炒米饭划算。哎，这个过瘾。辣椒要不要？辣椒要一点，有痔疮不太影响。好嘞，这样一份是八块钱是吧？八块。哎，这个过瘾，你看，这是五米的蛋炒饭。哎，不用加米，就八块就行了，啊，就八块就行了吧。不加米啊？哎，不加米，对。不加米你怎么吃啊？我喜欢干吃白米饭。老板，如果不炒，只这么一盒米饭是多少钱？一块啊。一块是吧？你不用炒，我单独待会儿买一份就行了。哦，不炒，不炒，就这个八块就行了，就挺好。那也行啊。没这么卖过。我以前没来，我来了已经早就这么卖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嘞。哎，这老板是个实在人啊。哇塞，这个炒的棒，这八块钱，蛋炒蔬菜，好嘞，对，老板再加米饭，一起打个包，这样是九块是吧？好像有点亏哦。好，谢谢。Next， 哎，你好，是刚打电话预约小伙子吗？我没预约。哦，来找对象是吧？啊，我直接来找对象。啊，现在我什么样的呀？有妇科吗？没有。岁数大点也没事儿。大点也没有。主要我跟你说，现在天太热了，我也不想努力了。俺是正规的互联公司，知道吗，小伙子？你俩谁有钱？那俩有钱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不想这个呢？啊，我们俩也有家庭的，都年轻，你说你不想法挣钱的，你都想当富婆啊？就是有家庭不太方便呗，是吧？你妈那意思，什么叫方便不方便？能做艾灸吗？能，人家做艾灸的。能做哈。嗯。我有个朋友，昨天晚上凉了。凉着了。不是凉着了，凉了，没有了。然后就是人现在全身上下冰凉，我寻思做个艾灸，让他身上热乎热乎，能不能做？给，就是我们在我们这里做吗？对。我给弄过来，在哪边做？啊？嗯。不做这。那怎么还能推拿吗？能推拿，你给他推推拿行不行？让他热乎。